日娱乐名人排行榜，从8月份各娱乐明星的拉锯战，一路9月明星排行榜就拉开了距离，迪丽热巴从8月份最好的成绩向前跃进三位，位居第二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有网友纷纷猜测，不出一个星期，迪丽热巴的排行榜就会再向前跃进一位，位居榜首，可见热巴的人气之旺。最近热巴活动频繁，这么辛苦的工作可算是拉足了人气，也难怪他一跃就跳过两级，是不是有点像飞的感觉。下图是热巴黑人牙膏代言活动，由于工作人员的不专业，送给热巴穿的鞋子大了好几码，而热巴没有一句怨词，将就穿着整个活动完毕，这种精神确实可嘉。有的网友认为热巴的名气都是他那副天使的面孔得来的，当然这也是他的资本之一，难道他的才艺演技就不算是他的资本？要不也请这位网友生一副天使面孔试试，看是否也能走红。迪丽的长相清丽，一副标准的东方面孔，在女明星中其排名一直是榜首的位置，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撼动过这个位置。这里小编还是不扯远了，从今日娱乐明星排行榜上看，位居第一的还是倪妮，这个有几任男友却还是过着11月11日的日子，虽说不算悲，但决然不是喜，对吧？紧挨着第三位的就是赵丽颖，相差只有1000多票，真是跟得很紧。其实颖宝宝的吻气也不亚于热巴，如果热巴的粉丝团稍在疏忽，赵丽颖就可能分分钟超前，毕竟颖宝宝的人气也是不菲的。优小编今天就介绍这三位，最后看看前十名的排行榜，读者朋友你们喜欢哪门明星呢？又不喜欢哪位明星？欢迎留下你的评论。